过吗？是在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就是在想，准确的应该是在什么？其实现在如果真的有了，也接受。嗯。男孩女孩？哦，香港可以生好几个。我想生女孩。你准备生几个？我想四个。四个。我来更正一下啊。他是这样的。之前。不知道半年还是多久，就上个月他说想生两个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想生三个，今天他我在车上呢才知道他想生四个，没准明天想五个，不知道。篮球队就五个。对耶，对耶，你说两个男生还这样很不错。他医生说他是一个应该要生很多小孩的一个。因为他的机能是很适合，很适合生孩子。现在我的那些医生都跟我说，你应该继续生孩子，你很适合。我的后母很适合生孩子，继续生嘛。我老公不想。对，我刚才问他了，他说不行。他说不给我三心两意，他就断了那个。然后不要给你太多选择的权利。没关系，意外总会发生的。我希望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很多人都说我为什么不帮你们家家生一个男的？然后他说我不需要男的，你生女的我开心点。